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哥。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威力秀或仙力饮、哦、那喝完之后可以倒水进去、哦、才不会把那个剩下的浪费掉、哦、那怎么做呢、哦、其实像我们在喝威力秀或仙力饮的时候撕开嘛，撕开就会有一个洞嘛，对不对、哦、那像龙哥是会把它像这样子挤压一下、哦、那之后这边把它压一下、哦、这样子的话就会呈现像这样子比较立体的一个开口、哦、方便我们去喝、哦、那喝完之后就把水倒进去、哦、那再把它喝掉，这样子、哦、这样子会蛮方便的、哦、那威力秀还有仙力饮、哦、怎么这个喝完之后、哦、又倒水进去喝、哦、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谢谢。